来上，来上，海涛，海涛，来上，来上。演戏的位置在哪？观众席在哪？就在这个区域里，对吧？这个神他们都在这个线这儿，对吧？对。那就灭火器离得也太近了呀。走近点都没问题，只要他不触碰就行了。你在这儿，他肯定触碰。我太了解他们了。他要只要一触碰就停止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选择了。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一两下家具，虽然我东西少，他越不好找出来，那说明我做的越好。那怎么对 baby 呢？ 把他耗到累，他一般累了就，那战斗力就减半。嗯，难的。我们就带方向呗，谭卓姐那边，我们放着他自由的奔跑。对对对对，反而这个是我们获胜的关键。对对对，卧底兄弟大吉大利。